我的主上帝，我是有高等的福气，因为伫地面上你有手术，我也有老爸。啊，你伫天顶，诚济我天顶的老爸。啊，你将我一生的年日拢摆咧伫你的面前。啊，你才有来看顾我，才有来引导我行头前的路走。啊，我要伫遮来献上我对心底深深的感谢甲懊恼，因为你的关怜，啊，互我会通。今日这个世间来做有益的代志，和这个社会来因为我来得到支持，让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缘故来得到保守。我感谢你，和我有这款的稳定。我也恳求你伫今仔日的聚会中，你的圣神亲自来锻炼我的聚会。若是有人身体欠安的，通过主耶稣你的医治。让他们的汤恢复健康，让他们体力的汤哪来哪好，要更加好的抵抗力。若是有人在经济遇到困难的，恳求主祢给安排，有贵人来给相助，让他所欠缺的所在来得到补救。若是家庭的关系，无论是亲子，无论是夫妇的关系，有遇到问题，有遇到沟通不良的事。恳求主祢将做因双方的桥梁，互因彼此的厅内面彼此互相包容、互相接纳，有主的厅，因结连做伙，成做亲密的一家人。若是甲朋友有误会的，恳求主互因有适当的时间，也通过面对面诚恳的沟通。朋友之间的误会，他一定化解。所以你知影，我伫生活中，我有济济困难，总是你也心事，互我一切好秘。因为我来到伫你的施恩高座前来敬拜你，我大声来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，你就会将一切所有的好秘来送我。这是我对心底所清醒，特别是当我今仔日伫你的施恩高座前，我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。来用你来求讨，我勇敢壮大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相信你要听我的祈祷，因为你是我天顶的阿爸爸，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受我的今日就是拜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深深的感谢和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感谢大家平安。今天牧师要跟咱分享的题目是军队勇将。差不多一个月外前，我所跟咱分享的题目是行过行行的勇者吼。有一位阿公老大人，伊有到时啊，食饭食饱，啊就看这个新闻。咱知老大人来看电视哦，通常啦吼，拢到尾拢叫电视看，是咧看电视是叫电视。当伊咧渡过的时阵，伊的孙仔咧就走了。哦，伊的孙仔真古锥哦。这个阿公嘛真疼孙。孙仔看到阿公伫遐咧渡过，就硬甲叫起来。然后就阿公哦，你听咱讲哦，你安尼古早时阵，你少年的时阵哦，你感觉咧真勇敢的代志。不过阿公哦，安尼是安尼半困半醒的，听到孙仔咧讲哦。哦，要讲一寡伊古早的代志哦，哇，精神拢来，规个人拢活起来，哦，就开始讲。你唔知影哦，阿公的时阵哦，八二三炮仗的时阵哦，伫迄个海滩的时阵，迄个长尾哦，变作抢滩哦，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，哦，阿公咧，哦，咧步步前进，佮排着枪，佮排着这个水壶的时阵哦，哦，边啊手榴弹啦、炸弹啦，哦，乒乒乓乓的，哦，阿公咧，哦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哦，爬到这个上头前的时阵。过强过久吼，一寡人，伊唔知影讲，迄阵是偌危险是安那？哦，当伊讲到这个时阵吼，拢会笑的，哦，拢会笑的。阿妹也是，因孙啊听到怀孙啊困去。有人咧讲吼，你怎样练着查甫人的心？哦，头一项啦吼，就是练着伊的胃。好好互伊个胃口，伫厝里吼，互你饲甲安尼真满足，食甲真满足。所以呢，咱个姊妹吼，
迄个资产就加减嘛有变化吼，啊差不多咧，啊知伊爱食啥物货吼，啊煮安尼较好食，互伊食，伊就安尼介意的，啊就很喜欢回家。再来第二项，除了要抓住他的位置以外，第二项，查甫人你要再面对伊的心，让他当英雄哦。有时阵咧，伫厝里咧，先咧决定代志，虽然是不怎么样。你把爱甲娱乐讲，哇！你真好，你真巧，真有能力，让他当英雄，吼、哦！啊，伊感觉被尊重，他就会火起来，吼、哦！伫家庭内面咧，他就会有生气，所以咧，但是吼，千万啦吼，家庭的小事，查甫人决定就好，啊，大事要搁是查甫人决定较好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咱看伊讲，一个人，特别是查甫人。啊！伊怎样咧？互人尊重，再互伊看做是讲有路用的时阵，啊，伊就安那啊，真做是一个有责任，然后咧，啊，个咧真欢喜来侍奉的人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伊即个教会。今仔无事，刚咱分享的是军队勇健啊，军队勇健啊。啊，伫顶摆时，无事有用真济即个幻灯片啊，有真济即个我那里。看起讲，什么款的人是咱心目中的这个勇者？什么款的人是咱心目中的勇者？无论是讲这电影明星，无论是这个克林伊斯威特荒野大镖客，是讲这史恩康纳来这007的第一集的男主角，还是讲咱所熟悉的咱教会的这个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恩牧师，伊是荷兰民权的运动的领袖。啊，是讲这个柴契尔夫人，伊是英国的这个头一位的这个首相。啊，是讲这个缅甸的翁山书记，伊是缅甸的民主军团的导师。啊，是讲咱所知影，咱的兰黛碧夫妇啊，因在长期的侍奉，伫特别伫迄个时阵啊，遐尼物质遐尼欠缺，啊是讲生活条件遐尼歹时，伊依然勇敢来侍奉。啊！是讲台南新南医院花克利的牧师，伊奉献60年的时间啊，伫台南新南医院来教育当时咱台湾人的这些学生。啊，是讲啊，咱所知的苏道保罗啊，伊怎样啊？伫一生当中有经过真济这艰难困苦啊，受人关家，啊是讲互石头顶，总是伊依然坚持勇敢来面对传福音的这个使命。是耶稣的这个温度比例啊，伊怎样在耶稣受难的时阵真勇敢啊，想要保护主耶稣。虽然伊在人生有滑倒啊，总是呢啊，伊依然啊，伫主的平安里面啊，伊得着挽救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圣经啊，咱个人来拍开咱手中的这个圣经啊，伫其他家呢有这个三个人啊，就是摩西啊，然后佫有这个。加勒甲这个约书亚，加勒呢是一位这个勇者，是一位勇敢的人。啊，伊呢啊来完成耶和华上帝所交托予伊的这个使命。就是讲，当咱今仔读的这段圣经呢，已经是45年后，就是讲耶和华上帝派约书亚、加勒佮其他的这些12个支派的这个。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去啊做侦探的这个工作，就是讲去探迄个迦南地到底性质是甚物款，不善有风雨，我都来引起这个所有以色列人。当这12个人去，72个探子呢，去这个勘察避行，然后倒转来回报了吼，其中的10个人呢，因无信心，还是讲呢，因讲去看的这个泄气的话。好，即个以色列人咧，伊的心咧，就即、這个消耗，意思讲，伊咧心就惊咧。当时咧，独独到约书亚甲加勒，伊这两个人，伊凭着咧上主予伊的即个应允，然后伊凭着对上主的信心，伊甲即个当时伊的同胞讲，咱着爱咧上去，然后咧靠主来得胜。即有无共款的即个看法？当时呢，加勒呢也只不过是40岁的这个青壮年。当加勒呢，伊将这个
啊，情形来报告给这个伊的同胞来听的了后，啊，就经过这个45年的这个时间，啊，等伊到底这个85岁的时阵，啊，伊甲约书亚讲，讲当呢，请你找我，亲像呢，摩西迄时找我一般样，因为无论是经济，无论是出自我的贵力怎样，现在还阁是安尼，求你将耶和华迄时阵应允了我的这个山地服务。一、那个所在叫做起兵，啊，咱对家里啊，这位勇敢的人，啊，这位勇者表现，咱学着什么款的这个啊功课，就是讲，伊有什么款的特质，哦、啊，我想咱对一个人，哦、啊，你若就是讲这个人啊对你尊敬，啊，这个人呢会当加做你的导师，这个人会伫生命当中来帮助你，你来对伊啊。年久未深，你还受伊的影响，就同这个人同款。所以你军队勇者呢，你袂当变成这是一个勇敢人。所以你若军队迄个人干柴啦，啊，你无偌久你袂变成这是一个干巧。啊，你若军队呢是一个人格者，无偌久你受伊的影响，啊，你袂成这是一个人格者。然后你军队一个勇敢的人，我想啊，你受伊的这个潜移默化，你袂当成这是一个勇敢的人。勇敢的人有几项的这个特质吼，阿牧师今仔日甲咱来分享。第一项，第一，伊的特质就是专心奋斗，无论做一项事，啊，无论是讲啊，因啊要啊交代什么款的任务，啊，是讲咧因咧啊，伫信用顶面，因拢是想做是一个专心奋斗的人。所谓专心咧，啊，伫这个圣经内面是指这个忠心啦，吼、啊，就是讲充满着这个信心。也是有这个苛刻的这个意思，所以圣经上咧讲，这个专心的人是指讲军队上帝啊，勇者啊，伫圣经内面的勇者有这款的特质，伊是啦专心军队上帝啊，对摩西、约书亚、加勒、撒母耳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约伯、罗德等等，专心的人咧，以勇敢来承担这个责任，所以咧任何代志咧拢会通。放心来交托伊，可以去完成搁较大个事，就亲像加勒。虽然经过45年，犹原呢啊专心来军队耶和华上帝，伊犹原相信伊有法度去完成这个使命。第二啊，勇敢的人伊个特质就是忍耐持守，意思就是讲啊，特别是伫这个小项代志个顶面呢，伊虽然呢啊拢做这个工作。总是伊有原的真忍耐，啊，伫遐持守的这个职务应该有的这个啊责任。啊，通常呢，这个小事呢，啊，袂引起人的注意啦吼。啊，嘛感觉讲啊，做好做歹，咱亲像拢不要紧。啊，这小事嘛吼，啊，亲像呢，啊，咱教会咱嘛拢有咧安排咧分周末，吼，啊，像扫拖啊，其实啊，这真正是小事。啊，做好做歹可能。啊，袂人特别有深的印象吼，也是讲咧，会感觉讲啊，伊做了真好，啊去家己学了。啊，小事咧，通常咧，啊，有时阵伫无形当中，竟然会演变成做大事。所以，所谓的中心咧，就是教会自头到尾拢会通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使命，并且来达成这个使命。所以上帝咧将恩典来赏赐予这个加勒，并且咧，伊对45年前所得到的应允咧，直到85岁为止，依然持续对上帝的忠心。无定有人会讲，啊，我做个代志咧，啊，小可代志吼，嘛无人会注意吼，啊，也无有人会将这个重要的代志来交代予我。那是我做了好，也袂有人安尼来感谢我，好了吼，安尼啊，其实。清清菜菜，也是讲安尼，啊，做会过，交代会过，安尼就可以吼。都是有时阵小事摆变成做大事，甚至变成做灾的吼。伫这个2003年的3月，以及的下晡，啊，阿里山的这个往新埔站的这个小火车吼，啊，因为呢一件细项的工作无做对，结果呢就发生这个刹车失灵，火车来啊冰车。造成呢17个人死亡，185个人受伤。这是啊，10年前的代志。啊，其实这个
是安怎引起这个火车的意外，也是小事。啊，伫前礼拜吼，啊，有看到一个 YouTube 的这个啊即时的这个播报，是由西班牙的有这个啊高铁吼，一个咧啊，伊咧转弯的时阵啊脱轨。啊，真正迄个画面吼，看得惊心动魄。因为咧啊，当时是用西双的180公里咧转弯，都是咧照应的这个标准的作业的这个流程的这个规定的转弯的时阵，西双爱80公里，结果伊是用180公里，180公里咧转弯，啊，难怪啦吼，火车会出轨。啊，伫这个嘉义阿里山火这个小火车发生这个事。最后，嘉义地方法院的这个调查甲审判定了吼，就是讲事故原因的真简单，就是讲啊一项代志无做，就是讲一个开关吼无甲变紧安尼，会发生意外，就是迄个开关无甲变紧，即凊彩人拢嘛会晓做，免啥物讲大下无，就是讲即、這个机车头甲即个车厢。那要有这个啊刹车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讲呢，对机车头到这个后边，可能你几十个车厢有一条这个导管哦，啊，一条导管呢，就爱有迄个气哦，给伊冲化，然后呢，靠这个刹车的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关键的动作，就是讲机车头呢的这个啊导管呢，要有一个开关呢，叫做这个啊绞旋塞门，就是讲迄个。迄、那个气塞吼，你爱家拍开，迄、那个气来贯通的，所以这个动作无做。他说，伫到咧，咱知对这个阿里山的这个啊火车站要到神木站的拢是下坡。所以你若是这个导管、迄、那个绞旋塞，你无甲拍开，迄、那个气无贯通咧。虽然你的机车头有这个刹车的这个作用，所以后边的车厢就无。他说，尾也是啊，是这下坡的时阵，后边车厢咧就挤对头上去，啊，地头咧。这个翻覆啊，那个这个啊山口，原来呢啊，伫这个火车要开的进程呢啊，有四个人爱把关。第一呢，就是这个检车室，要检查这个啊整个的这个列车的这个工作人员，伊爱呢将这个绞旋塞门爱给打开。同时呢啊，这个啊，重要的流程呢，嘛知影讲一个人也无够样，所以也阁有第二个人，就是讲正驾驶，伊着爱去检查这个检车师，啊，伊有甲这个绞旋塞门有甲拍开，伊也去检查。过来嘛知影讲，有可能两个人啊会做无够，啊会做无到，吼、啊，这个动作做，所以啊阁有第三个规定讲啊啦，副驾驶嘛爱检查，结果呢，无就对检车。对正驾驶、对副驾驶，竟然拢无去做这个动作。总是呢，还佫有一关，这个标准重要的流程，还佫有第四关，列车长还要去检查吼，爱规台车对机车头顺甲这个机车尾吼，这个火车尾看这个啊轮管吼，这个导管的是不是有充气吼，有这个刹车的这个啊作用。结果呢，列车长嘛无去确认。做那些一件小事，结果呢，因为每一个人感觉讲啊，这无啥要紧，还是讲我无做，别人应该做，结果呢，就发生这个啊，真重大的这个意外。所以呢，有时阵咱伫当咱咧做小事的时候，有时阵爱真忍耐，感觉讲啊，这也无啥物代志，啊是讲咧持续不断去做这一直重复的代志，虽然是小事，无人会注意做了。二拜那真像嘛不要紧，嘛无人会去看到，无人会娱乐，嘛无人会讲啥物话，拢是有时阵就是小小化化一项代志，啊，做无好会演变成真大的一个意外，你想象袂到。啊，所以呢，无论大小事，其实拢得爱呢真忍耐、真持守，安尼真有这个毅力甲恒心去解关系，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。啊，这个勇敢的人，伊的特质就是他会安抚众人。特别伫民数记的13:32-33，当这以色列人伊去探查这个迦南地了后，啊，有这个12分之10吼，
六分之五的这个人的报告，和所有的人拢真惊伊。因讲啊，迄搭遐个社潮真宽大，啊，遐人真臃肿，然后因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强。咱根本的，咱亲像对待讲，咱亲像这个草莓，咱亲像巨人，咱亲像蚱蜢，安尼说不堪一击，咱根本就无迄个机会通去来胜过伊。总是面头咧，甲约书亚安尼就无同款。因是一个勇敢的人，因的特质是讲，唔惊因克服家己的惊命，然后因个会当去安来去安顿其他的人迄款不安的一个心。所以咧，伫民数记的十三章的三十节安尼讲讲。家庭的就安大遐埋怨摩西人讲，咱现在应该就去占领迄片的土地，因为咱有主耶稣、主耶和华赏赐咱的力量，会通来征服伊。这是第三，啊，勇敢的人，伊唔惊克服家己的惊吓，佮会当去安大其他。最后一项的特质就是顺服佮梦想，就像即个家庭同款。伊个梦想咧，拢总咧持续啊啦，45年吼。伊一个梦啊，45年了后较实现，较实现。咱就看见讲啊，即、這个顺服啊，即、這个梦想咧啊，需要诶即、這个啊坚持啊。有梦想咧，人就有即个希望啊，就咧啦啊，活伫五梦当中啊，就知影讲啊，五着即个梦想咧啊，伊今仔日活着就是咧要五头前啊来进。就像咱所讲，为遮个勇敢的人，无论是南大毕夫妇、巴克勒牧师、马丁路德牧师、斯图保罗、彼得、伊斯帖，啊，甚至是翁山书记，伊拢有即款勇敢的即个特质。啊，坚定来军队勇敢的人，咱咪真做即个勇敢的人。军队勇者，咱就是勇者。最后结论，人咧军队勇者有甚物款的好处？圣经有甲咱讲两下。第一，身体健康。你军队勇敢的人，你的身体健康。上帝赐了这个身体健康的祝福，哦，专心军队，忍耐持守，赢过惊吓，抱着梦想顺服，然后用信心向前迈进啊！亲像约书亚记的14:12，伊讲我一个是勇壮，亲像摩西找我去一工一样，无论是征战，无论是出征，我几日怎样，今仔日一个是安尼。所以咱就知，你是军队一个勇敢的人，上帝赏赐完了，你身体健康，这是第一项。军队勇者，上帝的赐福。第二项，你会得到平安无纷争，无论是你个人、你家庭，还是你所念的这个团体，拢会平安无纷争，这是上帝所赏赐予你的赐福。在约书亚记的14:19，希伯伦将前叫基列啊阿爸，阿爸是这个迦南族上尊大的。总是呢，啊，国中太平无战争，啊，国中太平无战争，就是讲啊，赢过一切，得胜到出，平安无纷争。啊，我咱家这是一个军队勇者啦，上帝就要将身体健康、平安无纷争来收束，来三个来祈祷。听堂官的诉求，平安加身体健康是我一生啊，我所啊需要。我相信，当我来学习加入，啊，再有来讲，这是一个啊，用心、顺服、够影响、梦想的人是啊，注意就要强起来，啊，我所需要来修饰好我，啊，我愿啊，讲这是一个勇者，也当予我四周围的人，予伊的心来得到坚定，无惊吓。啊，无论伫我的家庭，无论伫我的公司，还是伫我的病院，我拢通讲这是一个用心尽职。勇敢军队主的人，人生记得各自耶稣的性命。